两部天线已经全部对准了发射塔架的方向，我们现在也能够在现场能够听到动幺指挥员的口令声，在火箭的基础上，它能够飞得更高、更长、更远，服务中国到北斗二号的服务亚太，再到北斗三号的全球组网，可以说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的成长壮大的每一步都镌刻着北斗的记忆。 好的，我们现在听到了动幺指挥员倒计时30秒的口令声，点火。